好，如果你还没有下载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软体哦，在我们这边那个这里有那个无线网络，不过比较慢一点。你如果大家一起下载，因为那档案比较大，所以我有额外准备在这边。如果你有，看得到，你看得到吗？这样看得到吗？我可以稍微曝光一点点，没关系，自己调整一下就好。这是用特殊的程序吗？啊？是用什么程序？因为有多少多？这真的是好问题。今天会给你软体，你喜欢就可以带回去。就这一个啊，喜欢就带回去啊。不是，我说这一个，只要不要把老师带回家就好了。好酷。对啊，你们上课不能这样上课吗？一定要，我们不能进摄影棚上课吗？我们的重点今天在后面呢。我们后面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啊。我们今天这些设备都不能用啊，只能虚拟的、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你会 3D 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啊。好，那所以那个我们今天有一个简报，我把那个网址给各位一下。网络还连得上吧？因为现在比较多人在用，有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好，来，哎呦，看一下，对。这个网址，这个是我们今天我有一个简报的网址哦，我先放在这边。然后，如果你要下，看一下。只剩下这一个，哦，我没有看到吗？等一下，怎么了？我是说，难得三五分钟，所以我等一下还没来。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先让他们下载，因为我怕有些应该是还没有那个。我等一下要开场，我就问老师。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的，谢谢。我 OK 我可以，谢谢。我已经帮你准备好，等一下这里这个位置是要给你坐的。不用了。真的真的真的。我把那个需要的软体我扣在我的随身碟里面，等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这样下载，因为大概快七八百 mega 嘛，所以那个下载无线网络下载要比较久。可是老师，我刚才从网络下载什么，好像只有三十几 MB。不要这样，因为现在，一个人三十几 MB 就算不错了，速度就算不错了。可是等一下如果比较多人，因为大家可能有的还会看影片啊，还会看一些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的那些连线所以待会网络速度会变得慢蛮多的。